好，主线就认真一下，可以拿到雷切，好帅哦！煮起来，哦，妹子，这不就是上一集我见到的那个妹子吗？超正的哎！哇，他的守护灵好可爱哦！八拳，哎，这游戏的妹子真的做那么正哦！哇塞！哎，奇怪，为什么就这样动画就没了？我突然一脸茫然呢。好吧，还是我刚不小心按掉啊？可是我刚什么都没按啊。算了，调个两格好了。是要干嘛？找到丽花中茂，下落不明。安安你好，千里奔驰，寻起司。哎，林任君安安你好，各位安各位安。嗯。下雨天，哇哇哇哇！雨力呀！干什么干什么？那边有一只哎、欸，我可以先去捡那只青蛙吗？干不起。喂，谁呀、啊，大哥啊，大哥啊！靠，没弓箭了。哦，居然还有这种操作，好哦，掉下去应该是直接就摔死了吧。没事了，Hello， 是忍者吗？呜呦！能。有够狼狈的。从那边跑回来啊、哦！好哦，可怜哦，把你推下去，小废物，没有东西，有鬼而已啊！哇，有一个妹子死掉了！天神大人，请惩罚他！趁热哦，没有啦，鼓又复活了。这扇没开过，这扇应该是直接打王吧？我们先走东门这里好了，我觉得这里应该有什么隐藏道具可以捡之类的啊。你看，哇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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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怕地震术吗？震死你！卑鄙外乡人打法，能？哦，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
你这个，你知道这画面像什么吗？就是你惹你妈生气，但是你妈追不过你，然后在旁边挑衅，怎样来抓我啊？一定是妖怪。这边的所有的 BOSS 没有一个不是妖怪的。想保住性命就回头吧。好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再也不当人王了，没有啦。哇！这小蜜蛙哥，他的弱点是哪里啊？干，有够痛！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好吧。就这样。既然击败我的武神，你是精灵游侠？哇哇，那个女的好正哦 ！Oh my god！ 交谈。哇！欸，旁边有箱子欸。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是阿福，阿福快打，守护这片土地的阴阳师。这只妖怪就是你方才击败的我的武神。这是武神，看不出来啊。要对他使出不好意思。他点头欸。啊？啊，不是不好意思吗？我刚才本来想要用挑衅，你知道吗？把我变成阿福要功勋25000，阴阳师的法术吗？哎呦，那好帅哦。中药是慢条啦，啊，西药是快速啊，两个都各有好处啊，但是不能动了。欸，他往前跑，然后门关了起来。这边有个记录点，这个可不可以射？应该是不能射的东西。救救救！没想到大宅府的地下竟然会有这种东西。原来是古墓骑兵啊，我还以为是人王呢。要开始古墓解谜了吗？这可不可以开啊？不行，已被不可思议的力量封印住了。洪荒之力，结果有兵马俑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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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嗯，有弓箭手是不是？哦。来啊，射我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没事。啊！吓我一跳。吓到一阵乱砍。怕。怕。欸，好好玩哦，打这个好输压，好输压，也只能在游戏里面破坏这种古迹了啦。你敢在现实社会中跑到这边破坏古迹吗？你会被民众踏，你会被各种轮椅压力
踏伐，要破坏就只能在游戏里破坏了。砍到头还真的有点难度欸。哎哎，这家伙怎么在这里？No！ 救救！救救！不再当人类啦！那扇门估计也是打不开啦，有看到别的路可以走。怎么会有个符咒在前面啊？撕下符咒！哦！哦！哇！哎，我上来了、欸，伸手摸，门开了，哥辛苦了这么久。就只是为了上去按下那个东西，嗯哼，存个档。有些 game 是给大鸡鸡玩的，比如说老头玩这个，所以要鸡鸡小不能玩哦，有点可怜。我们老头说鸡鸡小的人不能玩，哎，真可惜啊，我的鸡鸡很小。先哭再说。哦，是你！哇，是妹子哎、欸，妹子！哎、yeah ，抱歉让你脸上无光，但正是丽花的问题。接下来我一同前去吧，无需担心，我拥有继承自，我有承继自父亲的招式。哇，雷切！打完了，打完了。哦，还要一起伸手，是不是？好，开门。哦，哦，帮忙打啊，干什么？他好像是不会死掉、欸，哎，好爽哦、啊！交给他了，他那把刀好帅哦，雷切、欸。帅气的刀刃，不知道会不会有那种大雷切，那个大野刀专用的，哦，大太刀专用的，不是野刀。交给他就饱了、啊。很多温泉的地方，好、哦，新北投，打谁？我们找丽花不是吗？这家伙是丽花，丽花哥。眼千代，中茂打中茂、哦。我为什么砍我？哎，他居然看出来啊！不是周茂本人。哇，原来是假的周茂。哎，是那个男的，是之前在地牢的那个男的。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脸好像在敷那个黑炭那个拔粉刺的面膜？
这才是真的。Sorry， 哇，帅哦！砍哪里啊，大哥？我可以这样子跟你多玩举了，没问题的。Oh no！ 躲柱子是你的好选择。躲柱子是你的好选择。差点去南部玩，哦，看反了哦，嘿，还好你有注意看哦。达成，啊哈哈，哎呦，长船呢？继续任务。好可爱哦。是这个精灵引导我们在寻找精华。我的小精灵。哇！吸收日月精华，什么时候要办粉丝见面会哦？我不知道，没有这个打算吧？又拿到一片了，所以说我是要收集12片，然后就可以换一只这样子啊。あの守護霊、お主にとって大事なものらしいな。哎呀，雷切，谢大哥，什么谢谢妹子。この来切も喜ぼう。可爱的那个应该是叫柴犬还是秋田啊？还是什么？太后秀吉様がやってきました。太后様を拒み自害したとして殿は
立花の民はどうなるのか。子を失いし我が身、この先長くはありますまい。那是他小孩也挂是不是？殿と力を合わせ、民を守る。今はそれだけで嬉しゅうございます。秋田犬，秋田犬，雷犬，拿到了一只雷犬了，寄宿在我身上了。七颗召唤神龙，五骑机车闯红灯，小心骑呢，不要骑那么乱骑，用骑那么快啊！7000功勋，我拿到雷切了。修行所有出传的阴阳道，哦，可以前往下一篇章了，是吧 ？William， 官兵殿が船員を手配してくださった。わしは大阪におられる家康。石田三成。石田方の動きを伝えに参る。石田三成。早速毛利へ向かう長政殿とともに。リーフデ号で向かうことにいたぞ。連续打三个哈欠。啊，我们去哪里了？死定了！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什么东西？海防主，交给我！这时候就要靠我了！哇，克苏鲁！转图啊！你冲啥小？啊！要变成沙西没有？沙西米是鱼，不是我们。要变人肉，人肉叉烧包了。哎、欸，居然没事哎、欸！龟头怪，龟头怪，原来是龟头怪的部分啊。就算是你也无法支抗衡。利福德号也损伤惨重，暂时先前往安邑。长政大人将会出发去与他的亲戚平冈赖胜大人交涉。既然在船只修理完毕之前无法动弹，你就帮忙我与毛利进行政治交涉吧。毛利援救，明明就是水鼠的妖怪却落火，人肉沙西米，海小子。哎、欸，你看他上面那一撮剪掉就西瓜头嘞、欸，应该会超好笑的。哎呦，这一个守护灵哦。你的灵魂我要了，这哪里来的宝可梦啊？跨沙小，哎、欸，看起来超像麦卡利的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笑，他也是外国人哎、欸。前景长正，岛左近。石田欸，哦，石田的首席加成啊，靠腰，岛左近啊，
我想石田怎么还在这样穿这样子？しかし、左近殿でも毛利の調略は難しかろう。哎，孙怡婷安安，你好。噔噔噔噔噔。他有想到以前玩魔兽地图的时候，前景长征那个大绝顺闪，感觉蛮帅的。好，这个有两张图，主线任务四颗星，然后这个是支线任务，当然是先打这个啊，这还用说吗？你终于来了，我就是负责治理出云国的吉川广家。